你也是个当妈的人，为了儿子干什么都不求过，那是错的。三十年前的我就是这样，可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你有病，真的不知道，你还病得那么重，求你原谅我，我只求咱俩都翻篇儿，都翻篇儿行吗？啊，翻篇儿了，燕儿，我找你，就是想告诉你。 家里我那床头柜那抽屉里有个存折，存折上的钱呢，是给晶晶准备的嫁妆。我怕她到婆家受人家欺负，手里有点钱，心里是个胆，也算是个保障，不是？ 至于你姑姑啊，如果她能遇上一个不错的好人家，你就劝她跨出去这一步。不过，不管她跨出去跨不出去这一步，你爸爸留下的房子就让她住着，她得有个家，不是吗？ 奶奶就回到那老屋。你们总说老屋不敞亮，可是啊，奶奶住到那儿，舒服着呢。老屋好啊，奶奶可想老屋了。 李总，高总，找到合作社了。房子的事我就不追究了。 但你之前的事儿，我确实也帮不了你。一切都是我最有应得，该来的总会来，我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。我想知道，你对安安是怎么打算的？我希望她以后能够有一个稳定的生活吧。以后。 就拜托你了吧。我知道你挺疼安安的，要是他跟着你，应该就是最好的归宿了。
这段时间想过你妈妈吗？想了，我有时候有点想他，可他是不是不要我了？怎么会呢？安安，你还有恒基爸爸和志玲妈妈呢，我们啊都爱你。好好说话第一季完美收官，台里说是要启动第二季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啊，第二季我想换个思路，我觉得人民调解员不应该只有我一个，而是应该有很多个才对。详细说说。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，什么是调解员？人民调解员，那么调解的一定都是老百姓的事儿，所以我们不能够高高在上，我们要深入到社群当中去，要扎根到老百姓当中去。我建议可以由当地的司法行政部门做牵头，我们台来主导成立一个人民调解员的培训机构，任何一个普通人吧，只要你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，你都可以通过培训成为人民调解员，随时随地解决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纠纷。而我们以后节目的内容呢，就是跟踪和记录这些基层调解员的日常。很好啊，这本来也就是我们节目的初衷。培训这些调解员，你想从什么时候开始？我现在已经有目标了。第一期节目的那些嘉宾啊，现在包括老周、马大娘、万春梅，还有菲菲、蒋家栋，都已经跟我表达了啊，他们很有意愿参加到我们这个行动当中来，因为他们上过我们的节目，有过被调解的经验，因此我想发展他们成为第一季度的学员。你的这些想法非常好，可惜我就不陪你了啊。不是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安安的领养手续已经办好了，我现在是安安的妈妈。你也知道，安安这几年呢生活不安稳，我想在家里陪着她，弥补她那么多年失去爱的那种感觉。那你以后不会都当全职妈妈了吧？这个我倒没想好呢。不过我肯定是要离职一段时间了，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呢，这个交给你。台领导集体决定，由你担任总监的位置。哎呀，怎么了？不敢啊？是不是担心包括赵丽的那些刺儿头针对你？我现在就想坐这个位置，可不可以啊？可以，来啊。哎呀，坐吧。老领导不坐，我哪敢坐呢？坐。哎，张副台长可说了，爱的魔力因为涉及到欺骗观众，哗众取宠，不可能再有下一集了。这是赵丽自作自受啊。钥匙已经交给你了，剩下的事情就你自己决定。